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木有石头丸老高。哎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高木有石头丸。好，各位，跟你说是这样子的啊、哦，我刚刚跟老高合作了一支影片，现在呢，我们呢玩一个开心的东西，把这个情绪稍微缓和一下，让他也吓死。你让他也吓死，看看我们有，看看我们有多疯。我们在路上闲聊的过程中，老高就是前一句说，他这个生活单纯，工作，然后跟老婆相处。嫌少，约几个朋友，三五朋友出来玩点这种弱智的游戏，白痴小孩的玩的游戏。今天我让他重回一下，他是一个激发你 creative， 你在 creative 是有创造力的。这规则看起来超复杂，其实简单来讲就是，不认识的牌要替他取名字，已经取过名字的要尽快抢答，抢答成功即可得牌，获得最多张牌者胜。来，从问你开始，从这边开始看啊，咱们就看这个镜子里面。对，好。这个皮库里西达，皮库里西达有这个吗？嗯，这个皮库里西达，所以那个皮库里西达是不行，不行啊，这个皮库里西达，这个皮库里西达，这个皮库里西达，蓝宝宝戴绿帽，蓝宝宝戴绿帽，蓝宝宝戴绿帽了，蓝宝宝戴绿帽，这个名字取得好，直觉，蓝宝宝戴绿帽，我意思，我你跟台哥几乎一样，对了，剪刀石头布，漂亮，台哥，真的，魔亨佐达罗。摩亨佐达罗，这个厉害耶！哦，啊，皮克斯，怎么样呢？对，别其他人没有讲对。杜斯托耶夫斯基。杜斯托耶夫斯基。谁呀？杜斯托耶夫斯基。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两字。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对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天的，天的，什么事呢？什么事呢？不跟台哥睡，不跟台哥睡，就是不跟台哥睡。这个皮古力西达，这个，我的天哪，这到底皮古力西达？哦，杜斯托也夫斯基，怎么这样赌的呢？怎么可以赌的？伯克兰电流。伯克兰电流，伯克兰电流，伯克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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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流，伯克兰电流，我在卖。我好，然后利用他的优势开始得分了、哦。不跟台哥睡。哇，好快啊！你真的不跟台哥睡啊？真的不想跟台哥睡啊？杜斯托耶夫斯基？不是吧？没有，不是，还没。品客洋芋片，品客洋芋片，厂商做广告。发票寄过去。不能。叫爱吃洋芋片吗？不能不能，有厂商嫌你不行，教坏小孩是这样子。真的吗？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杜斯托耶夫斯基，爱吃洋芋片，爱吃洋芋片，进步了很多哎。对，一个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，剪刀石头布，等，猜拳是有必胜方法的。来这一套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，真的哎，有必胜方法。剪刀石头布，破解谜句，破解，破解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哇！厉害厉害！必胜猜拳，宝宝真的有编辑厉害。哎，这个没见过哎，锦绣好爽。不是，什么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要用台语、日语跟国语。一只小雨伞，一只小雨伞，一只小雨伞。可是它这很简单，因为它真的拿了一把雨伞。啊！哎呦，哎，摩亨佐达罗。哎呦，居然被他打对了。摩亨佐达罗，摩亨吗？问对了，问对了，摩亨佐达罗。对了，我只能靠猜拳。哎，我只能靠你们猜输了。我只能靠你们猜输。什么？蓝宝宝戴绿帽，我又拿了我自己的。你是不是等了一辈子？对吧？哎，这洋芋片。啊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
啊，对，是噼里啪啦。这是噼里啪啦吗？这是噼里啪啦。对，这不是爱吃洋芋片。颜色是爱吃洋芋片。噼里啪啦。而且名字很简单的，我也答不。新的。羊角哀鱼左伯桃。羊角哀鱼左伯桃。羊角哀不是名字。对，羊角哀鱼左伯桃。这个我放弃了。不是这一张，对不对？羊角哀鱼左噼里啪啦，对不对？爱吃洋芋片，对不对？那就赌一个，一直都讲那个，他有没有可能？哎，怎么变？哎，老乡，完全的快，猜对了。我只想说这个。这个没有没有，都是拖延，都是低。没有没有这个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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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有有，都是拖延，都是拖延。有这个吗？他是长相吗？杜斯托耶夫斯基，我是取了这名，但是他长相吗？对啊，对，那就是对。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耶耶耶耶，老乡，好厉害呀！他说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我这样不行，这样就不能这样。不会有人比我快了。新的，呜呜，恰恰恰恰，这么简单？呜呜恰恰，古人老高，老高，怎么？我第一时间，我们老高超快。真的假的了？哎呀，请回放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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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这个不是机，这个不是机。我跟你讲，突然抢起来了，对不起。怎么会？我的牌出来了，我还能不抢？不跟台哥睡。我们两个，对，他们两个是真的不跟台哥睡。我先讲一下，这个游戏有昆达真好，他永远不练字。其实我有点不太想夹在他们两个中间，因为他们的语言会打断你，对，会打断我的思绪，然后我只能对。不跟台哥睡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哇，都要听到这里的。坤达哥那个信心满满，还没有一点迟疑。不好意思，坤达，我问一下，你是不是都是只收集四条？快了，快了。讲讲，我要去左伯桃。完全放弃。波波七彩七彩，啊，不看你了。央好像央也有，他们两个央也有，可以猜拳哦。展现你的魔力的时候到了，没关系，这一把如果又是老高赢，他一年对啊，真的恐怖了，好紧张哦，怎么会跟老高猜拳这么紧张？石头剪刀布布布，啊！跟女生没办法，跟女生没有，帅气，我都觉得害羞。今天我是想啊，就是我只要赢坤达，我就心满意足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要审视坤达一下。针对啊，坤达现在自卑的。对，对不起，你高估了他。一杯而已。不不气的姐，来我的地方，我也有。石头不不嗯。哇，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怎么会？你的怎么在里面？我的三条，看谁看谁。来，这样用猜的，不能一人猜一个，智障会是什么？如果猜对的那个人呢，其他人各拿出一张，然后那个人全拿走。这么爽啊！我猜，步步起家起家。羊角鞍与谁？左伯桃。啊，羊角鞍与左伯桃。羊角鞍与左伯桃。步步起家起家，羊角鞍与左伯桃。这个比库里西达。这个比库里西达。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蓝宝宝戴绿帽。蓝宝宝戴绿帽。我们一人先来一张出来，二猜吧。如果都没。一人先来一张出来。好。就出来。老高他中了，不正确的，波波起家起家，波波起家起家，波波千强，千强，哎，我看到我这里有很多波波起家起家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三十，老公，十三，这还行，输，然后我赢了，五一。15、14，我怎么跳过？我来问你，标志，第二，我可以，你是男生第一名吗？我看你后面我也不丢人，我男生第二名，我男生第三名啊，怎么会就三名？太难了，27。好厉害！哇，我想我以前玩这个游戏没有输过。哇，这太
太强了，他的记忆力太强了，超能力还是超能力，真的。老高第一次玩就玩得很好，玩得很好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准备了一份礼物，真的很巧，就是要送给男生的第一名。男生的第一名是我，哎呀，哦，是不是？是这个我们木曜的周边产品，哇，真的，哎，谢谢谢谢。跟小哥一起，对，有两个，你的跟小莫的。送钱不好吧？送这么多钱，这一包了，太多了吧？好，谢谢了啊，谢谢老高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说真的，希望你真的带着太太到台湾来玩，一定，我们一定好好招待，好好招待，让你感受到台湾的热情，好吧？好的 ，OK， 好的。今天很奇怪的，跟老高的一天，今天要画上句号，有点不适。哎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忠义的人，但今天是这么大风雪。他是这个冒这么大风的千里迢迢赶到跟我们一块录影。其实我早知道有这些的，对，像刀子我也会来的。这话说的，诚恳。那这样，我们跟我们观众说，一定要记得去订阅老高。一定要。老高现在频道新名字叫啥呢？就叫老高与小莫 ，Mr. and Mrs. 高高。OK。哎，谢谢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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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这是个心理学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人的本能会先出锤子，因为啊锤子是安全的感觉，不会首先想出这个，这很啊不，然后这种也是很不安全的，这是最安全的，所以从心理上，人在重大决胜的时候一定会先出锤子，所以呢出包袱的胜率就会高很多。需要先给他强调一下，这个胜负非常重要，人的心理就会开紧张起来，他就会握紧拳。来，我就不信来。假设平手之后的第二步，对，平手之后就出你会输的那一个，比如说你出包袱跟他平，你出锤子会输，对吧？哦，你就出算一个，哦，你就出锤子一定会赢。一旦平了之后，下意识就会想要赢，对，就会想出剪子，你反倒出锤子就会赢，就是出输的那一个。就按照这个规则推理下去的话，就是基本上70%-80%。来，我不信，来。我们要首先要先把这个胜负搞得非常重要，大家才会开始陷入这个逻辑。输的人呢要亲赢的人一下，输的亲赢一下，好像都没有好处哎。对啊，要是咱们两个可真就惨了。你跟他们也惨，那我是应该赢还是输呢？我跟你讲，你一输都不输。对，我就在刚好中间为好，对不对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我输了，我输了啊！我输了，哎，好好，不是我一个人输就好。来，我今晚要赢，对不对？剪刀石头布，好，我赢了，谢谢泰哥，谢谢老高，我输的，我结清，没有，我要清最赢的呀。你们要结出一个赢，对呀、啊，你刚刚讲的呀，清最赢的呀。对，我没有看过温妮这么认真过，现在是最赢反而死。什么叫最赢反而死？别怕，你们期待已久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期待已久了。剪刀石头布，哇、哦！恭喜你啊！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怎么了？这么正式？我得把衣服整理好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坐在中间，你知道吗？被往心的机会呢？这真的是一个人生的猜拳，有的时候往往你赢了这一面，其实输了那一面。而且我们还没说要去哪里。你随便的，我去哪里？刚讲的呀。对啊，剪刀石头来。剪刀石头布。什么意思啊？剪刀石头布。我刚有听到老高说好了，这个桌面我服输了，做节目一定要公正公平公开。这个你刚才你还插来插去，就亲吧，不会认血。亲嘴，亲嘴，亲嘴。甲方愿全资助乙方作为木曜试售完团队共21人日本旅游之赞助商。我替阮头家您等一下啦，好嘞，我替阮董事长等。喜红假期开始。上飞机啊！快，来，乖，我先走。
亲爱的同仁啊，我是这次的这个见习导游，希望大家这几天呢玩得很开心啊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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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我跟你讲，你们不要小看一个十几年滑雪经验的人，不好不好，加油不好，看一个。他想吃苹果，你看这个，他好可爱哦。哇！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要带阿良去敲钟。听说敲这个钟就会有幸福的恋曲。恭喜你，我告诉你。现在哦，先说嘴皮。